奔跑吧新一季结束了。8月17日，跑男成员邓超在网上发文，跑男最新名单引起关注。随后，奔跑吧官方转发了邓超的 po 文，并发文：奔奔奔奔奔奔，与邓超互动。看来下一季继续是铁板钉钉的事，而这样的互动又引起网友对奔跑吧名单的新一轮猜测。果不其然，大约3小时后，网络爆出奔跑吧最新一季成员名单。原文称：独家消息，跑男六确定大换血，确定邓超、陈赫、王源、王祖蓝、迪丽热巴、杨颖、李晨、吴磊第一期，确定鹿晗不参加节目录制。2018年3月底录制。对于郑恺的离开，其实早有传言。至于鹿晗的离开，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。最后阵容是否真的如此，引人怀疑。真实情况还需持续关注。为此，网友们见后纷纷围观评论道：“八只全在，原班人马吧，热巴继续好吗？”